小兄弟是要来下棋的吗？来，要下赶紧来。这些人都不跟我下棋了，我盼了老久，总算是等到你。还请手下留情了。太好了，总算可以来点乐子。你可别太早认输，我还想玩久点呢。
妙啊！小兄弟这一招绝，我得好好研究下。哼，哎，好久没下得这么尽兴，真是谢谢你啊。这棋子叫夸父，跟你倒还挺像的。小兄弟要往哪儿去？我们……哎，等会儿，你们晓得叶毅吗？叶毅那儿有位故事，是我的故事，我俩也是下棋认识的。他，不说这个，他棋艺确实挺好。要是小兄弟途经叶毅，不妨与他下盘棋。下回再来昆阳，可别忘了来找我啊。